You're listening to Only One Radio. I'm Jessica Jan. 暂启清。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敬请留意。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足即发。大家好，我是何辉。呢度系我哋嘅世界，呢度系足球嘅世界，足球解读带你去不一样嘅世界。好，翻翻嚟第四十九集嘅足球解读，咁啊，都去到四十九集啦，啊，挨下挨下，碌下碌下，喺度都。就嚟接近五十集啦，咁啊今日仍然系得我一个人嘅，咁啊喺呢度咧就最后嘅呼吁啦，咁就下一集咧就五十集，咁啊即系一个节目难得有五十集啊，咁所以咧就当然呢个五十集咧，我净系单单计咧喺呢个 Only One Radio 呢个日子里边嘅，咁啊所有听到嘅朋友或者听到嘅主持，就麻烦你哋唔该，嗱真系五十集呢一个，我觉得一个好值得去纪念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啊。所有听紧嘅朋友，如果有兴趣或者我哋啲主持咧，我唔理你生死啊！下个礼拜无论如何咧，都要铺头去即系做一集俾大家听众们热闹闹噶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呢度就好认真同好 serious 咁去呼吁啊，除非佢冇听啊，咁啊，包括系有几个我一定点名嘅朋友，都希望佢可以过嚟。咁其实。一讲到呢一样嘢咧，即系每一次开麦之前去讲，其实都觉得有啲好啰嗦啊，即系呢几日咧就系啦，抽得啲强国人多，所以啲脑筋咧都比较讲啲说话都系比较普通话转翻过嚟咁就即系有啲啰嗦咁啊简单啲肥马又好 ，Sam 哥又好咖喱又好甚至乎有其实。坦白讲句，我真系好想好想，我唔理呢个节目究竟之前有一啲主持佢行开咗去第二度做又好点都好，我真系好希望能够喺呢个五十集呢个咁嘅时间里边咧，可以凑得翻我哋有一啲嘅朋友可以翻嚟帮我做呢个节目，一集咁多。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啊，即系FC 嘅朋友又可以翻嚟我呢度去帮下手，就好咩都好，当一个五十集嘅足球解读嘅 Happy 一个 Birthday 咁，大家开个 Party， 我觉得 OK 嘅。我暂定呢、這个我讲咗就唔想改，亦都唔想话咩。我暂定嚟紧呢个星期三嘅夜晚黑，我哋去录。咁啊即系几点开始或者前前后后系点样，唔紧要吓，我哋就嘅啫。总之我暂定的时间就是星期三下个星期三的傍晚时分开始录，即是六点开始、七点开始、八点开始，甚至九点、十点开始都没问题，就大家尽就就算分开话喂，我有些要赶住走这个走那个走，不紧要，我分几节去录我仲得，我就在这里等你大家。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大家都真系冇藉口。一个星期前去通知啦，吓，我唔系想喺度俾压力大家，而我觉得五十集呢一个真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做。同埋其他听紧嘅朋友，仲有听我呢个节目嘅朋友，我喺度呼吁一下，有兴趣嘅欢迎你喺星期三可以过嚟我哋呢度一齐做节目，真系冇所谓。我哋真系想分享，好难得五十集喺 Only One Way 度要出现，就我暂时系咁约定啦。究竟啲人有冇仲有冇声气，仲有冇复唔复咁啊？睇佢哋啦吓，真系嘅，我呢个好 serious 咁去讲，希望大家可以得唔得都好，俾翻个答案我，唔好成日都系咯冇答案，冇意思吓，得与唔得，我喺度已经呼吁咗啦吓，我点名嗰四位，再加其他嗰啲咧，我相信我觉得我哋呢个台里边处理嗰啲人，而家仍然在喺度处理嘅人，佢好大方，就算我揾翻一啲已经唔系。以前喺呢个台里做主持，而家可能离开咗嘅，我叫佢翻嚟做一集半集，我相信佢哋绝不介意，因为呢个节目嘅主导性喺我度。如果佢哋觉得台长或者其他嘅人员监察人员，佢哋觉得有问题嘅，可以 WhatsApp 我同我倾，好唔好啊？
即係我想第五十集，我哋大家高高興興，早節都要早節做生日，都有一個咁嘅時段啦。咁喺度嘥四分鐘講呢啲咁嘅嘢，我對大家即係嘥嘅時間聽我呢個節目嚟講都有啲唔好意思。咁其實今個星期嘅波咧，坦白講句，我就主導一定係喺曬英超嗰幾場波裏邊啦。咁亦都因為歐聯都抽咗籤啦，咁啊，我買六合彩咁準就好啦，雖然即係我買啲波想咁準都難啊，即係呢排都唔知搞乜鬼，啲波真係爭少少。同埋首先要向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原來我上個星期咧係冇留低我嘅預測嘅，不過咧我冇留低個預測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因為我可能俾完之後仲害咗大家，因為呢期啲真係有啲水準唔係好穩定。咁啊，有嘅，有啲係心水咗，但係又唔係真係話可以帶俾大家啲咩啦。呢期個個都係望邊會望啲足球啊，望住個股票啦，係咪先？即係秒秒鐘幾百萬啊，大佬點即係點格點會睇呢啲咁嘅細蝦細魚啊？咁不過只不過就啊，上個禮拜原來我發覺咧，我趕住講話講下，原來真係唔記得咗俾個預測嘅喎。咁唔緊要啊，咁啊呢個禮拜睇下我可唔可以即係有啲時間，我可能比較補充翻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其實就有我諗交代翻先啦。最緊要頭先講開啦，咁我還掂呢兩節，我其實諗住做兩節就完㗎啦，快快地主要就是想讲翻欧联的抽签先啦，我想嗱咁啊，即系虽然唔系话自己有几叻，其实依真系估嘅啫，我啊个即系主观愿望，希望可以咁做，估唔到我个主观愿望就咁样实现咗出嚟，咁就系真系皇马同应该系祖云达斯就主场先对皇马，咁然后跟住咧就好似败，因为而家我都。睇緊，唔好意思，我因為嗰個網即係哇，嗰、那個 UEFA 嗰個網站咧，即係多啊多嘢睇啊，不過咧唔知點解咧，鑊鑊咧都撈得好鬼慢嘅，所以咧我要攞佢啲嘢嘅時候咧，真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我冇辦法啦，改頭換面啦，揾個第二個啦，冇錯啦，五月六號即係嚟緊下個星期三咧。就會首先係祖雲達斯主場咧，就先對皇馬嘅。咁我自己之前個主觀願望都係希望抽完一場，然後跟住皇馬再對巴塞。不過我睇完呢個之後咧，發覺有另外一個唔同嘅見解或者唔同嘅感覺啦。咁首先我先講咗先，祖雲達斯主場對皇馬，我相信我自己嘅估計喺第一個回合咧，祖雲達斯都係以佢不嬲嗰個慣常嘅方法，都係以一個效率好高之下去，希望偷到皇馬嘅雞。不過我覺得喺呢個祖雲達斯裏面嘅架撐咧，就冇乜衝撞，即係如果要打突擊或者好衝得嘅球員咧，就冇嘅，都係靠迪維斯去做一個主要嘅停波，然後跟住靠後邊嘅一兩位前鋒去衝咧。呢啲咁嘅踢法對於皇馬嚟講咧，個後防咧就冇乜壓力嘅。即係嗱，雖然我而家好似講早咗少少，因為其實下個禮拜講未遲，只不過我自己有個感覺就係即係講大家個套路啊，戰術嘅套路上咧，我就覺得祖雲達斯佢難啲。可以做到啲特別嘅攻勢，因為同埋我睇到佢哋都係踢法比較又唔係話單調嘢，佢哋嘅技術唔差啦，效率好高啦，即係祖雲達斯，我今年俾我感覺都係咁啦。但係如果你對住皇馬呢啲咁高水準嘅球隊，我覺得佢嗰套未必可以食得住。咁啊，當然亦都要睇下我覺得個關鍵球員咧會喺賓斯馬嘅好壞啦，我唔相信小豆可以會即係雖然佢保持住好嘅狀態，上次仲入波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隔食隔即係個套路嚟講，我覺得皇馬當然個變化多好多啦，犯數多好多啦，同埋個最緊要其實稱皇馬個波就係稱佢嘅後防。佢嘅後防對於對手嗰個認到對手嘅，譬如反擊，因為 possession 通常都皇馬都係主導，即係攞到個上控球權，我相信比較多啲噶啦，咁所以變咗同埋最緊要就睇下即係皇馬有冇再入球啊！如果有再入球，我相信祖雲達斯真係好惡踢，咁啊真係要有啲奇蹟先得，咁依個就偏向係少少係皇馬，不過呢場波究竟係點？因為到時候好多唔同嘅要素啦，到時再講。但係套路上，我覺得喺個格局上就祖雲達斯係真係蝕底些少嘅。咁然後跟住嗰場咧就住哇！呢兩隊我哋真係求之不得，想睇到。其實決賽睇咧都唔錯嘅，因為
今次的决赛呢就应该、根据沙里讲俾我听呢，应该就是呢个柏林、啊、好像是在柏林。咁所以呢，如果拜仁入决赛真係一个好着数嘅差唔多半个主场啦，係咪？咁而家嚟讲呢就可能言之过早，因为都係好期待呢个巴塞对呢个拜仁㗎啦，因为你歌帥返返去老型球场呢、這个真係一个好大嘅 selling point 或者一个亮点。咁我自己觉得巴塞的主场就不用讲，他一定是比较主导去攞一些入的，但过程当中里面也都要顾忌住拜仁的冲锋陷阵。但是坦白来讲，我自己就对于巴塞的信心是比较强的，主要就看得到尼玛和美斯他们真的那个我们即如果即所谓专业少少的时间表啊。个时间表咧就好精嘅，好靓嘅，就系嗰两位尼马同埋美斯，佢两只嘢咧就喺呢啲咁嘅时间咧就已经系睇住个时间表嚟打标。咁依家佢应该系去到未去到最 top fit 都接近 top fit 噶啦。咁所以前面嗰三个仲好强。咁唯一嘅担心就系个后防啦，即系巴塞嘅后防顶唔顶得住呢、這个法兰道。唔係法蘭道，呢、這個死啦咩夫斯基啊？突然間係利雲道夫斯基 ，sorry 係利雲道夫斯基，嗰、那個衝啦，同埋嗰個高空嘅轟炸啦，呢、這個亦都係拜仁嘅一個巴塞冇嘅一點嚟嘅。咁所以真係係咁樣去睇啦。咁就睇下拜仁真係有冇機會攞到一個作客入球啦嚇。咁、啊、然後跟住好快佢哋兩隊就會調轉㗎啦。喺嚟緊呢個星期就馬上皇馬主場就會對翻祖雲達斯啦。咁然後跟住六月七號嘅星期，應該跟住調翻轉頭嘅係啦。跟住之後嘅13號就係應該。调翻转，冇错啦，吓咁就然后跟住就13号就系拜仁主场就对巴塞啦，然后跟住咧14号咧就皇马主场对翻祖云达斯嘅，咁呢啲其实到时候我哋都会再讲嘅，咁但系即系喺呢度就少少嘅分析啦，咁我都睇到即系好老实讲，如果拜仁过到。如果巴塞过到拜仁呢关，去到决赛真系对翻皇马咧，咁我觉得巴塞攞个冠军嘅机会高好多，因为今年我总系觉得喺个格局上咧，巴塞应该系个主导比较，即系主动喺我的感觉就个主动性比较强啦。几次对皇马都系有先机嘅，咁我觉得巴塞有机会赢嘅，咁呢、这個歐聯我覺得是好看，起碼有場大家轟先。咁至於你話真係假使間調翻轉嚟講，拜仁過咗贏咗呢個巴塞嘅時候，巴塞對皇馬嘅時候，我又覺得拜仁嘅機會高啲，即係唔係睇死皇馬，而係呢兩隊反而係大家有得抽啦。咁但係就會好比較接近啲啦，因為真係嘅巴塞對住皇馬，我覺得而家嘅巴塞係真係個格局上係會贏到。咁但係你對住拜仁嘅時候入到決賽，就真係大家都係五波。我只是会觉得是这样，因为大家的踢的方法和型格上都是差不多。当然拜仁的冲击力会比较强一点，皇马冲击就比较差一点，但技术上技术上的层面来讲呢，就皇马会比较好一点，个人技术更加添。所以是的，还有去到那个年纪的分层来讲的，就算你现在列贝利的洛宾都是比较偏大的年纪。正值當打的皇馬球員 OK 的，咁但係即係皇馬對巴塞呢個情況，我估計可能都會有機會再出現啊！咁呢個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啊講下都十幾分鐘啦。咁講完呢個之後，其實我有啲想講下其他嘅聯賽，當然我唔係專家，咁但係我都想喺呢度去講翻我嘅感覺同感受啦。例如即係我略咁數一數啦，真係數一數啦，我真係好想數一數俾大家亦都知道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其他球會，即係當然我都知道大家都會睇下好多都係好多嘅聯賽㗎啦。咁我喺度 up 四大聯賽，就其實好多人都話你都唔夠即係熟悉或者點樣，咁但我都要循例去做呢樣嘢。咁但係英超嘅聯賽我就唔會講住啦，因為一陣間我會講噶嘛。咁我唯一就係再講後邊嘅咧，我就會講一講意大利啊。嗱，但係意大利其實我今年都冇乜話，即係好認真，年年都其實真係冇乜點好認真睇過。不過
祖雲達斯可能會比較多少少啦，咁我係咁以噏頭嗰幾隊嘅啫，咁啊俾我啲感覺，即係祖雲達斯繼續帶頭，我覺得係好正常。咁俾我有少少驚喜嘅可能係拉素，今年排咗第二啦，暫時喺沙，大家睇咗沙爾場之下佢就第二，咁但係輸祖雲達斯好多分㗎啦，輸廿幾分有冇搞錯？輸13分、14分啊，已經帶甩曬啦！祖雲達斯已經咁，所以今年都係繼續瘋狂。咁啊，拉素可以保持個第二，因為歐聯咧就應該有兩個席位嘅而家。咁啊，第三個都係席位，不過咧就要踢呢個附加賽。咁而家就係羅馬同拿波利之爭啦。咁啊，而家就羅馬排第三，58分啦。這個拿波利咧就爭兩分嘅，咁但係都仲有幾場打，咁啊睇下佢哋有冇機會嗱，咁順便我又都要撳入去咧，就睇下有冇機會兩隊碰頭先啦，依啲刺激啲啊嘛，咁睇落咧就應該冇，但係咧就羅馬就要對拉素啊，可能會辛苦少少，即係到時候即係佢哋嗰兩隊嚟講，咁啊睇下拿波利又去咩戰咩陣風先，對 AC 安波利 AC。原来有一场要对翻祖云达斯，原来要对翻祖云达斯嘅，同埋拉素。其实打落拿波利好似争辛苦啲，不过就坦白讲句，祖云达斯就赢咗咁多场，咁啊到嗰个时间咧，我睇一睇先吓，因为可能对于拿波利嚟讲，可能会有啲利嘅。就是在5月24号咁啊，其实啱就抽完，咁睇下入唔入到决赛啦。不过我觉得呢啲时间冠军就赢咗啦。就算赢欧联，即系入到欧联，更加唔会同你搏。输咗亦都差唔多紧局，去到收 lift 嘅时间都未必会搏尽。咁所以对于拿波利嚟讲会比较舒服啲。咁但系对拉素嗰场咧就好难讲。咁拉素到时可能都笃定第二，因为最后一周。咁我觉得喺个赛程里面好似辛苦少少啦，拿波利就吓。咁罗马可能轻松少少啦。咁其次咧就后面嗰啲我唔使点讲啦，森多利亚啦、Fiorentina 啦，呢几队喺翻前面，我觉得好合理啦。咁啊，我哋啲老牌球会同埋俾人想或者会买嘅球会里面，就系国米同 AC 就分别喺第九同第十，难兄难弟，咁啊，大家争两分嘅啫。咁啊，而家护紧级嘅就系帕尔马啦，最包尾系帕尔马，然后就系斯仙兰啦，同埋卡利亚里啦，亚特兰大，不过。已經啲分甩咗噶啦，帕爾馬就肯定係差唔多叫做降，即係要落去踢，佢哋有個附加賽噶嘛，應該就踢緊噶啦嚇。咁另外嗰隊斯仙拿咧就23分，咁啊同卡利亞利好近嘅24分，咁好似係有三隊要落去同翻月組嗰啲再抽過，然後睇下留端低邊隊咁樣嘅。我記得意大利嗰個就大致上係咁啦，因為呢啲我都唔係我嘅專長，只不過即係有啲時間咁啊，大家我同大家。叫做 remind 下咁啦，咁至於法國嗰邊咧就仲係好刺激嘅，咁就都其實來去都係嗰三隊係為主導嘅，咁但係就摩洛哥其實已經甩咗少少噶啦，咁最大機會嗰個仍然係巴黎聖日耳門啦，咁但係今年里昂其實都頂得佢幾行下嘅，咁雖然而家就大家同分得失上咧就好似係里昂好啲，咁但係巴黎聖日耳門打少場嘅，咁順手撳入去睇下巴黎聖日耳門後面有啲咩嘅對手啊，都唔係好惡嘅啫。咁自從佢輸完翻嚟歐聯之後，咁啊即刻6-1就大掃呢個里爾，就發翻個叫做泄翻到氣嚇，即係揾佢做呢個箭靶啦。咁啊佢尾睇落啲箭又唔係太難踢啊。我唔知啊，即係而家睇翻佢排頭嗰啲都冇邊幾隊再撞頭啊，後面都係後邊對手，咁應該。機會大少少嘅，咁至於里昂又望下啦，咁啊里昂後邊都唔係太多隊，同埋里昂仲有四場波就已經打完添，佢快少少啊，因為打多咗場，咁應該唔知啦，因為我唔係太熟法甲，不過我覺得就 OK 啦。咁第三嗰隊就係摩洛哥啦，咁都係要打附加賽啦，咁另外聖伊天咧就有機會啦嘛，有機會嘅意思係打呢個歐霸，咁就因為得一個位嘅啫。咁就馬賽咧就喺排住第五，咁啊爭三分，咁啊都有啲可能未必係聖伊天嘅，可能馬賽啦。咁啊波爾多就好似爭成五分，咁啊機會就爭少少。咁但係因為仲有幾場都仲有啲變數嘅。好啊，咁啊法甲之後咧，咁可以睇下西甲啦。
咁但係西甲你都知，我都唔係經常，不過我覺得佢西甲 O K 嘅，可以講下。咁而家大家都知啦，咁大家33場嘅時候咧，就巴塞咧就 lead 住皇馬兩分嘅，咁啊第二就係皇馬啦嚇，咁第三已經去到馬體會，馬體會嘅爭成如果同巴塞去比咧，就差咗差唔多9分嘅啦，咁啊同皇馬爭7分啦，即是咁就中間裏邊看看巴塞有什麼對手先，看看過曬未先。咁當然巴塞仲要兩條戰線啦，佢仲要看住呢、這個歐聯要對住呢個拜仁啦。咁跟住會對基達菲都有啲惡打嘅喎。咁啊後邊嘅對手就哦，佢仲有馬體會。咁所以咧，其實今年可能調翻轉一樣嘢就係、是、個聯賽冠軍咧，即係可能即係要看下馬體會有冇機會去磨到巴塞失分啦。咁啊，哦，咁啊，皇馬亦都唔係好好多，佢仲有兩場比較難打嘅，當然係西維爾啦，同埋呢個雲西亞都難踢嘅。咁啊，基達菲嗰啲又係成日都同佢作對噶嚇。咁啊，仲有愛斯賓奴，咁呢啲成日都有啲係啦。咁但係你話，我覺得今年如果咁樣一路保持住道氣都 OK 嘅，起碼喐緊先係啦。咁啊，再補啊，講下後邊啦。嗱，雲西係第四噶咁啊，首先西維爾係第五嚇，咁啊66分，其實後面啲分已經好遠噶啦，即係環西亞同西維爾爭3分咯嚇，咁其實就馬體會同環西亞都爭4分嚇，咁啊數下後邊榜尾嗰啲啦，係咯，咁啊有嗰隊叫做哥杜巴，係咯，個哥杜巴就得20分，呢隊應該就護級隊都無望，好問啦，咁啊另外25分，尾二嗰隊25分，格蘭特就25分啊，咁啊呢個拉科就29分，咁啊拉科能唔能夠可以逃脱咧？就睇後邊嗰兩，即係跟住嗰三隊波係有機會同佢拉落去啦，係啦，利雲利伊巴同埋呢個艾美利亞，睇下邊隊可以有機會扯，有冇機會蒲翻上去，就要呢幾隊大家所謂嘅挑戰對手啦。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其他嗰啲都唔係主要聯賽，我就真係冇喺度班門弄斧咁嘥兼嘥時間。我有少少想講咧，就係應該講埋個歐霸，因為對唔住上個禮拜我真係冇留心同佢講翻個歐霸，咁我亦都最後可以去補一補翻啲成績啦。咁就呢個成績咧，就應該係講緊西維爾就2-1贏咗新尼特啦。咁就最後咧就第一個回合啊，講緊即係再數較前啲嘅，因為佢兩回合啊嘛。第一回合就西維爾主場贏2-1，咁但係新尼迪咧就2-2咧就同佢逼和咗嘅，咁啊變咗新尼迪出線啦。咁然後跟住就係呢個布魯日咧就對住呢個迪尼普嘅，咁第一回合咧就大家都0-0打和啦，咁佢翻去第二回合嘅時候咧，迪尼普咧就以1-0小勝咗布魯日，咁就出咗線啦。咁然後跟住就係呢、這個基庫達藍姆主場咧就1-1就俾 Valentina 就打和嘅第一回合，咁但係係啦，第一回合因為1-1咧個作客入球啦，翻到去 Valentina 仲2-0殺埋呢、這個。莫斯科呢個烏克蘭嘅基庫達藍姆之後咧，就簡單單咁就3-0，總數應該係3-1就出咗線嘅。咁然後咧就去到最尾一個咧就沃爾夫斯堡主場咧就先輸4-1俾拿波利，所以翻到嚟都係啦，求其 hea 住踢就2-2咁啊出埋先。咁出咗線之後咧，咁四隊咧就要對壘啦。咁啊睇得翻佢嗰個抽籤個排位咧，就係首先咧就係喺5月8日啦，即係星期五啦。咁就係拿波利咧就首先主場咧就對迪尼普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意大利波都仲係有啲普嘅。咁然後跟住就主場咧就西維爾就先對呢個 Florentina， 咁呢兩組就真係有得抽下，但係我自己真係偏向都係西維爾隊波，我見佢仍然係保持翻一貫嗰個有小組技術嘅一個有技術啦，小組好好啦打得嘅一個系統喺度嚇。雖然啲球員我唔係好真係好熟悉啊啲球星，咁但係就我自己覺得佢個隊形個方係做得唔錯嘅，我睇咗幾場啲精華咧，咁都覺得 OK 嘅西維爾。咁然後跟住去到5月15日，大家就會調轉打㗎啦。咁就係迪尼普主場就對拿波利，咁就好睇拿波利第一場波有冇作客球輸俾迪尼普。因為如果唔係的話咧，拿波利應該我覺得個機會真係會係大少少嘅。但係其實呢四隊波我覺得都有得抽嘅嚇。咁啊，到時應該會幾
咬得幾緊，兩隊即係呢四隊波都會係咬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咬得比較緊嘅嚇。咁啊大致上係差唔多啦。咁啊呢節就唔想嘥大家時間啦，短短地啦。咁就因為咧呢、這個集咧就已經去到四月尾啦。咁啊喺呢個四月啲天氣同佢嘅準備去到五月嘅時間咧，咁啊你都知啦，之前就清明啦。咁啊天氣嚟講咧都有啲。即系阳光不稳定，湿湿立立嘅感觉。咁啊对于我嚟讲，喺五月咧就一定成日都会听到一支歌啊。但系今年听少咗好多，因为咧佢之前呢个组呢、這个台湾嘅组合五月天咧，就每一年都喺五月就嚟开演唱会。不过好似今年咧就嚟唔到嘅，咁啊唔紧要啦。咁啊惯咗五月都会听到佢啦。咁啊预先送翻支歌俾你啦。咁我好鬼中意五月天呢支嘅，就系、是、突然好想你。咁啊第二节翻嚟见啦。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嘴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
Radio 首个法律节目，同大家讲解中小企喺创业路上必须要留意嘅法律知识。记得收听由法业规管事务顾问冠领赞助嘅《法规先锋》。一个人物，一个地方，一段故事，组成我哋嘅香港历史。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史学会同你讲人讲地香港地。星期五就应该系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嚟嘅，因为放假啊嘛。但系如果睇戏你又唔想睇，唱 K 你又唔想去，食饭你又嫌人多。走嚟走去搭个船你都觉得嘥时间嘅时候，不如听下话题无边际，有乜吹乜，完全鼓励唔到嘅 Relax Friday 啊！喂，不如创业咯。啊，但系我得一蚊啫。我都系得一蚊啫。咁点算啊？创业唔使好贵嘅啫。咁要点啊？咁你就要听实 Only One Radio 嘅创业兵工厂啦！我哋会邀请城中创业家上嚟分享佢哋嘅创业经历，仲有创业教室分享唔同嘅创业技巧，紧贴创业圈最新嘅消息。就等我哋创业兵工厂陪你一齐踏上创业路啦！篮球不是球星就玩晒嘅，俾啲明星阵容咁又点啫？唔夹咪又系死。数据靓仔不是大晒嘅，你场场大三元又点啫？最后赢唔到都系冇用。规矩规矩，老矩老矩，你冇心赢我冠军，翻嚟同我拉斯格擦路啦。喵，我哋依然应赞就赞，应插就插。Only One Radio， 全港最邪恶发声篮球杂志。Run and down。喂，讲时讲啊，我哋有几邪恶啫？喂，又温又登，仲唔够邪恶啊？跳！喂，一至九，俾个 number 嚟啊！俾咩啊？你有噶啦喎？吓，真系噶？系啊，九型人格天生噶嘛。如果你系想突破自己、发挥潜能嘅话，咁就要收听由我天 Sir 同阿 Ken 所主持。塔冷通培训及辅导中心冠名赞助嘅心灵辅导社啦。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Only One Radio 一触即发。大家好，我系 O 土啊。好，翻到嚟第二节嘅足球解读，咁首先欢迎大家听到第二节啦。咁呢节嚟讲嘅不嬲都系我哋嘅英超主打啦。咁喺我哋英超主打嚟讲咧，上一周即系啱啱过去呢一周嚟讲咧，净系第一场波咧已经系令到大家咧已经有心花怒放噶啦。咁点解咧？因为头场咧就已经系好刺激地呢两队波应该嚟讲应该系争欧霸嘅。席位啦，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同利记三队波啦，即是修咸顿、热刺同埋利物浦，其实都好近嘅，不嬲啲分都，咁佢哋打开咗两节之后咧，就即系只不过系利物浦好似仲有少少我哋嘅主观愿望咧，有机会追到曼联。咁事实上追唔追到咧，阵间可以分析一下嘅。咁但系依个计翻呢一场波咧，其实已经好有呢个话题性啊，就系个话题性喺边度嚟咧？一开波大约廿零分钟之后嘅第一个入球咧，已经系好即系好好。具呢个争议性嘅吓，当时候咧就见到佢哋一个解围啦，而且个解围翻出嚟之后咧就呢个麦神攞咗个波之后，突然间自己善态，咁个波佢督翻后俾翻33号呢一位嘅戴维斯，咁呢个戴维斯做咗一样非常之错误嘅嘢嗱，呢度我真系想讲多少少，其实重点就系呢一个球员佢。是好唔明白点解对手自己嘅队友将个波回传返俾佢啦。其实佢好多时间呢可以去出脚嘅。咁而喺出脚过程当中佢諗住得啦。呢个呢就係个脑筋上面犯咗个错误同埋嗰个我哋叫危机处理啦。即其实呢踢后卫呢
个危机处理感系好紧要。一阵间我哋可能再睇翻车路士嗰场波，你睇佢哋嗰佢中间或者有时啲特别系中间，因为中间个决定性或者我哋所谓嘅即系中间好清路波，嗰个决定性系好紧要。嗰、那个意识有冇错系好重要。其实每一个位置都需要，但系呢两个系好紧要。有时有我一阵间我可以举少少例嘅。咁讲翻呢一个波佢点失先？当时就系佢系对手嘅马神就将个波回传督翻俾佢，系好尴尬，因为佢跣咗地下，督翻俾佢。戴维斯个佢咧谂住担住咗对方前锋嘅被阿派利嗰个位咧，咁啊谂住咧就好稳阵咁咧就可以俾 keeper 去接，但系其实 keeper 根本上就都唔知佢点处理。但系个波如果呢个波我啱啱想讲话，即系俾一啲决断性或者决定性好啲嘅球员，例如泰利，例如卡希尔。甚至乎可能是 Skirtle， 他永远都不会被让龙门去接这些球，因为太容易出现危机，他会将球打横踢，横边踢了出界，因为这个球实在太危险，因为最其实我做龙门就很感受到呢，其实最危险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12码至6码那几码，或者再毒一点就是9码。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龙门通常呢你去到这样的位置，球流过来他都是会站在大约小禁区咁上下六码度，你喺大禁区度回翻个波翻入嚟嘅时候咧，个停留个波碌紧埋嚟嘅停留空间咧喺12码至9码之间咧系最危险嘅，因为龙门出嚟咧喺六码度冲出嚟嗰三几码咧，你唔好以为咁容易可以翻，因为佢出嚟嘅时候佢要顾及好多嘢，唔系话我全心全意净系出嚟，因为佢要顾及你个波系咪真系即系同埋呢个波有突然嘅回传啦，同埋你龙门同个后卫太近嘅时候系不宜回传俾个龙门嘅，因为点解咧？当个龙门攞咗个波嘅时候咧，佢系企喺个龙门嘅中间嘅位置，你前锋一埋去，求其第二只脚就分分钟都搞得入，好似呢个波咁咧，就更加高，佢啊懒稳，即系点啊？大安主义得滞啦，我哋叫做就谂住担咗个位之后，龙门接住咁就 OK， 就谁不知俾人喺中间前锋偷到一笃笃一脚，咁啊龙门就完全失晒，因为佢都唔知点样去处理，同埋佢惊同你有碰撞，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就系将个波喺横边踢咗出去。咁啊喺29分钟嘅时候咧，沙林顿就得到呢一个嘅入球啦。咁其后跟住咧，其实热刺都好快，几分钟之后咧就追翻嘅。当时喺右路将个波驱入去前柱咧，其实俾呢个哈利简嚟嘅，但系就漏咗俾后边嘅马里就将个波。好有反應，其實呢個波係讚一讚佢個反應啦，好近之下懟個頭埋去，咁啊線得入，咁啊終於就1-1，就上半場咧就打成平手嘅。到下半場嘅時間63分鐘咧，沙林頓有一個攻勢嘅，當時咧右路咧將個波傳入中間嘅時候咧頂得好靚啊！咁再睇一睇咧，就其實熱刺啲中堅咧真係呢、這個法斯奧咧真係離曬譜啊，係完全望住對手喺佢面前，嗱、那個波已經落緊底線嘅，即係你睇到熱刺嗰啲中堅，我唔知點解，即係自從多信之後都冇一個比較穩定，我真係唔明點解，即係啲中堅嘅嗰個水準係好低，因為呢個波成日都講啊，一隻眼望住自己嘅敵人，一隻眼望住個波，佢淨係望住個波，咁變咗人哋個波一出嘅時候咧，人哋睇喺後邊已經睇到個波個落點嘅時候咧，就喺佢背脊一攝前。就咁一涉前就頂得好靚，咁就喺下半場嘅時間咧就已經2-1領先，咁其後熱刺都可以追得翻嘅，咁就追翻嗰個波咧就即係有啲運啊，就當時突然間一下俾個直線咧就走甩曬，咁就俾佢哋嘅熱刺嘅卡迪係啦，佢哋叫查迪係啦，就追成2-2，咁啊一人攞分啦。咁另外嗰場咧就即係我係好少有地咧就唔講離記嘅。咁呢場波我覺得咧，唯一可以去講咧就係、是、唯一可以可取去講嘅咧就係、是、上半場就唔好講啦。上半場係人哋擺到明嗱，即係大家都知道對波而家需要嘅係乜嘢啦。咁、那個重點就係你睇得到佢出咗巴爾迪利之後，半場出咗巴爾迪利之後係有好輕微嘅改善喺下半場嘅頭5-10分鐘，其他啲時間係大家都冇睇到佢有啲好锐利嘅攻势，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嗱，呢样嘢我已经发现到就系、是，即系如果我系教练咧，咁既然 Sterling 有咁样嘅表现嘅咧，系会换出去嘅，我会，因为佢攞住个波，完完全全咧喺上半场咧好多攻势都揾咗佢做重心，揾咗佢做重心之后咧，佢每一个波都系去过。过到断为止、甩为止，都冇同队友有任何嘅组织嘅。呢啲咁嘅踢法咧，就好似 C 朗当年。在转会，即需要去转会
即係一開始轉會嘅意思係啱啱轉去曼聯嘅時候做嘅嘢，好表現自己。呢啲咁嘅做法嘅嘢，就俾我哋有即係稍為有少少經驗咧，就係啲經理人咧係咁俾壓力佢。嗱，你而家咧啊好多球會咧就要你噶啦。你咧就要盡量表現你自己啲技術啦、身價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幫你嗌高個價，就算你轉唔到會都好，你份人工都可以嗌高啲。好多時候都係依啲咁嘅嘢影響到佢個表現。一半嘅史摩寧，sorry， 一半嘅 Sterling， 佢本身佢個技術層面係變速，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佢唔可以一個人去，即係一個對一個去過，通常都係變速去爆過去嘅啫。但係佢而家啲波咧，人堆又扭。又扭埋去，点样都走埋去，累啊！我哋叫累埋去。咁啊，重点就系因为佢要表现佢自己嗰啲所谓嘅有技术啦、有脚法嗰啲，但系完全系帮唔到对球队嘅。咁嘅之下嘅，我觉得一唔对板嘅时候，应该要换啦。咁所以呢场波，我觉得系俾佢带死咗队波啦。咁下半场同埋上半场，即系而且个冇乜功力啦。咁啊，下半场换咗巴神落嚟系好啲，但系巴神嗰啲，我而家睇得到佢可能都因为合约嘅问题，又系唔帮搏嘅。即是不是不光搏啊，是不帮你搏啊。咁所以呢更加是即是踢出嚟。喂，佢有个佢有个心喺度，但係好锡住咁踢，同埋呢个球员大家都知道估佢唔到。咁所以变咗喺咁嘅情况底下呢都攞唔到呢三蚊。当然其实一贯呢利物浦去西布朗踢呢都係心中有数㗎啦。咁唔输嘅有交代，但係喺中间里面最大嘅机会就係佐丁轩达神嗰个下半场嗰个波啦，就喺几码射埋去，咁但系又俾佢龙门再一飞再飞，咁啊就飞到，咁就救出咗，咁最终呢场波咧就零比零收场嘅。咁啊，但系值得可以个安慰一提嘅咧，就系呢个佐敦艾巴啦，都可以叫做踢得到有水准咧。其实呢啲球员同 Sterling 一开始嘅时候都系差唔多，不过当然佢速度就快，但系就冇 Sterling 嘅波就咁黐脚啦，咁所以都 Sterling 就可以先弹起啦。咁啊，另外一场波当然大家都好关注就系嗰场嘅护级大战啦。咁啊，搬嚟主场系对呢个里斯特城嘅，咁但系呢场波其实咧一早嘅时间咧，里斯特城咧就先有一个十二码嘅，喺好早下半场嘅时间好早下啦吓，59分钟咧就有一个十二码，咁啊好可惜，当时候佢射中柱嘅，咁啊唔入之后，跟住一分钟唔够咧就俾华迪咧就一个头槌就追就以一球吓，咁啊1-0，咁啊哇里斯特城又嚟了，咁就搞掂咗。咁其实另外一场波就都唔使点讲，就系、是、呢个水晶宫啊预咗噶啦。咁啊水晶宫咧而家就因为自己上咗岸咧就好帮啲护级球队朋友嘅，咁啊所有嘅朋友埋去咧都俾嘅，咁啊最后后程咧就保时就入多球咧就2-0搞掂咗嘅。咁啊跟住之后咧就我想讲咧就系、是、最即系另外一场就比较即系、就是、我觉得所谓嘅。緊張啲嘅咧，就係、是、其實都冇乜好講噶啦。依場都係輕輕講，因為我想講曼城嗰場，咁就係講呢個紐卡素對呢個小雲斯嘅。其實小雲斯場波咧踢得一啲都唔好嚇、啊，即係比起佢哋平時過往踢嘅波咧，係一啲都唔好。不過紐卡素係踢得更差嘅啫，我真係只可以咁講嚇，真係踢得唔好。但係紐卡素係踢得更差，我只可以咁講。所以咧場波係踢得好曳之下咧，都比就。俾小雲斯領先到3-1，最後咧就先至靠佢個迪莊咧就追翻3-2，咁但係嗰陣時都冇乜意思，成場波嚟講真係踢得好曳。咁啊最有價即係最有禮拜六最有睇頭就係尾場啦，因為前邊就阿利嘅和咗，咁啊希望曼城如果有啲咩甩碌咧都有啲機會啊嘛，啊誰不知真係蝦碌啦，蝦碌就係、是、上個禮拜啱啱贏完利記嘅呢個維拉。一嚟就嚟個哈碌先，咁個哈碌就係個龍門。嗱、這個波咧，其實咧我可以咁講，呢個古斯尼咧就有啲古斯神有啲，我覺得係心急啦。嗱，點解呢個波俾阿古魯咁樣入咧？就係當個後衞回傳翻個波俾佢嘅時候，其實佢係好多時間，佢係唔需要第一時間，因為嗱個波由左邊嚟啦，佢用隻左腳咧。如果佢咁樣順住去撥個波咧，有機會咧，我哋叫食死個波。當個波一流得唔好嘅時候，一食死咗個波就細力咗。佢想橫傳去右邊，其實呢個波佢大把時間，就算佢左腳都好，喺左邊俾個波佢左腳攞一攞個波，然後先至再去俾咧，個力度同個角度就會快好多。佢係諗住咧快少少，等阿古路就捉唔到條路咧，就可以拉闊個角度。但係其實個
途程咧，佢由佢个龙门交到俾佢右后卫嗰边咧，接近有二十码嘅途程咧，佢要俾个地波出去咧，控一控先俾咧，个准程度系高好多。嗰波嚟嘅时候，你第一时间俾咧，咁佢咁啱得咁巧，因为左脚。在左边嚟个波咧，系有少少翘脚，我哋叫翘脚。咁一翘嘅时候咧，个波就食死咗。咁啊打横，个波就去，但系就去得好慢。中间就俾阿古路咁样，唔该，咁啊一比零，三分钟就已经搞咗维拉一球。咁啊，然后其后跟住去到都啲片翻嚟都去到六十五分钟，你可想而知个中间过程都真系即系俾曼城主场赢咗一球之后都开始闷噶啦。咁但系呢个波咧又系碰人场有问题，我相信呢个亦都系龙门嘅问题，因为呢个波真系唔应该会有机会输到，就系点咧？因为佢个波龙门咧就要大细边啦，俾一边啦，个波其实罚球咧都有成25-26码嘅。咁当时候个波都系偏峨眉月。頂少少退出嘅啫，25-26码咁上下啦，唔夠30码。咁但系排嗰半人場，其實佢都夠人嘅，佢差唔多排咗五個，甚至乎接近六個嘅。但系咧，佢排第一個嘅時候咧，係好有問題，就喺條罅嗰度，俾阿戈拉洛夫就咁喺嗰個人場，即系第其實就變咗斜日場，即係人場咧得四個，因為點解咧？左右嗰兩個係有一個人位嘅。咁我唔知佢係特登安排要咁做啊，定係點樣？就漏咗呢個位出嚟之後咧。俾戈拉洛夫就喺佢两个人中间将个波扯埋去，咁就地波，咁就搞到2-0。咁场波即系呢个波就的而且确，我哋就觉得个龙门系啦，呢个波摆喺个人场有少少问题啦。当然佢亦都射得好靓啊，即系唔应该系咁样摆啊。你变咗李察信嗰个位系一个冇用嘅位咯。你中间条罅嗰度就喺条罅度过嚟，咁啊，其后跟住之后就一片大混乱之后咧，就好快一个罚球喺左路一斩入去之后，一个大混乱打翻出嚟，左阿弟又出埋嚟半空门嘅状态之下咧，就俾对手嘅维拉嘅八号咧嘅球员咧就。就射呢个沙齐斯咧就射成2-1，咁佢及后咧八十几分钟一个角球出嚟嘅时候咧一个解围半解围出翻嚟啦，系啦，手锤打翻出嚟，左阿特就又俾沙齐斯咧一个扫把脚撞翻入去咧，就追成2-2。咁睇呢场波应该都冇命啦啩，即系都和啦啩。谁不知仲有高潮嚟就系维拉喺度临完场之前咧，呢个波咧就俾左阿特咧就勾跌咗宾利基嘅。咁但系球证咧就先举咗奇话越位，如果否则嚟讲呢个波如果唔越位咧，嗱我睇翻个慢镜，原来真系冇越位嘅。呢个波如果球证一冇举旗，左阿特一出嚟一踢跌咗咧12码咧，就分分钟咧就反胜啊！咁好啦，你维拉呢下。大难逃过咗之后咧，跟住曼城嘅88分钟嘅角球，当时戈拉夫一开出嚟，近住全部漏晒，其实就唔系漏嘅，前面应该系有一个佢哋嘅球员蓝衫嘅球员，将个波轻轻托，即系轻轻将个波挫一挫，就弹咗去远处呢边个波咧，就俾阿费兰颠奴控一控弹地龙门一冲出嚟嘅时候咧，佢一个半车身射咧就喺个窿仔嗰度过咗，咁最后咧就险胜3-2。嗱呢场波一得一失，一来一回啊，利记把握唔到。跟住之后，曼城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就搞低咗维拉，唉，咁所以变咗咧就自己捉到六咧都唔识脱角，咁啊真系一件好惨嘅事。咁啊，然后跟住咧就去到礼拜日嗰啲波咧就好精彩噶啦，咁我就真系要喺呢度咧，可能咧就花少少时间咧就要讲得比较详细啲，咁所以我有大精华啦，咁呢个又要多谢黎生啦，咁希望黎生有听啦，我哋下个礼拜50集啊，撑下我哋啦，帮下手啦，撑下我哋啦，啊，听下我哋讲呢场波啦，咁啊跟住之后佢嚟嘅大精华都非常好啦，咁啊等一阵先吓，咁我就首先讲一讲啦，呢场波咧，我觉得咧就重点咧就系、是、我觉得大师兄咧就将即系除咗系打窒咗曼联场对波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即系打突咗曼联队波嗰个阵势之后，亦都俾咗一个好大嘅指引咧，其他嘅球队咧点样而家去对住依家呢个状况嘅曼联？咁曼联嘅对手即系个出排出嘅阵容系咩阵容咧？佢就照打翻一个比较稳阵嘅4-1-4-1啦。咁喺4-1-4-1里边咧，打嘅阵容咧就系、是、首先讲咗爱华顿先啦，系咁啱，因为个荧光唔好意思，喺个荧光幕出嚟嗰阵时候讲个维顿先啦。咁啊打龙门啊，仍然系即系后活啦。咁啊一对中间咧就史东斯、帕切 K 卡，右边就高文，左边咧就班尼斯。其实都出到最
最好的陣容，我覺得這個是對於愛華頓現在的愛華頓來說，就是巴里和麥卡菲是踢一對防中的，前面就是巴里、艾朗連龍剛剛熱刺下半季轉會過來的，就奧士文和盧卡古的，這個陣容來說我覺得就是對於愛華頓來說差不多是應該是，如果我在 我的感覺來說，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佳陣容，這麼咁滯噶啦，即係對於愛華頓嚟講，呢個應該係一個最佳陣容。咁至於曼聯嚟講又點擺法咧？咁啊，迪基亞仍然係，其實呢個陣容同上個禮拜對車仔個陣容都差唔多啦。華倫西亞、蘇爾、麥尼亞，咁跟住之後就史摩靈啊，咁然後跟住就白仁達，咁啊前面就費拉尼、克里里拉同埋艾傳利、楊格、馬迪同埋朗尼啦。咁呢場波就好，即系冇，都仲系冇出到呢、這个法卡奥嘅，但系有后备，咁啊，云佩斯亦都有后备啦。呢场波开始，咁但系我都觉得，唉，都季尾啦，先即系行得翻出嚟，仲话预备咗礼拜三踢咗场，先至俾佢出嚟咁样啦吓，咁迪马利亚仍然系后备啦，咁呢个完全系真系水蟹货咁，即系踢咗几场好波之后伤完出嚟，即系喺度。呢啲真係石身底啦，唉，咁啊嚇，咁啊開波之前又有啲所謂嘅紀念儀式啦，咁啊係咯，咁啊都係紀念一啲我哋都唔識噶啦，真係呢啲係佢哋一啲嘅愛華頓嘅球迷嚟嘅應該，咁啊開波冇幾耐開始就其實個主導咧場波咧，因為經過呢、這個。阿仙奴經過呢個教訓咧，即係唔好教訓咧，一個好好嘅 demonstration 啦，就睇得到車仔點樣對付住呢個曼聯啦。咁佢成隊波其實咧就縮得好厚，又係讓曬個主動權咧，就俾曬曼聯去踢嘅。咁啊，第一個角球四分鐘到咧，就馬迪一個短角球開幾下之後咧，就斬翻入去禁區。咁一斬入禁區之後咧，就全部都一個解圍頭槌翻出嚟之後，賴曬就好一個好快嘅愛華頓一個反擊，喺右路將個波傳出嚟咧，就打省車輪省中咗佢哋嘅球員，然後跟住咧就俾咗愛華頓嘅14號球員咧一衝入嚟嘅時候咧，就啱啱好攞住個波咧就撲下撲下咁啊撲咗入禁區之後咧，就最後敲迪基亞出嚟嘅時候咧就射入咁啊埋去撲下撲下嗰位球員咧，應該咧就係、是如果我冇睇錯咧，應該係咪奧士文嚟嘅咧？睇下先嚇。撲下撲下呢位我都睇唔到個球員，應該係麥卡菲嚟嘅，冇錯啦。麥卡菲扣咗兩個之後咧，其實嗰腳咧就當時睇 live 嘅時候咧，咁啊係啦，大家如就話嗰個波佢有少少麥卡亞咧就有啲點講咧，就有少收腳咁，但係個波其實都要顧及到，因為佢入咗禁區，佢又唔敢大敵踢上去啦，踢上去分分鐘十二碼，咁好快之下咧就俾愛華頓領先咗1-0，領先完1-0之後咧，全部都係有曬呢個參考價值咧，就睇到愛華頓咧就係咁用翻上個星期車仔嗰招，咁啊慢慢踢一啲好即係被動嘅足球，點知喺被動嘅期間咧，爭啲咧就俾費拉拿咧就有個機會偷到雞嘅。當時候咧個波就係回傳出嚟俾巴里，不過一控咧有少少甩咗，咁啊費拉拿有的咁多犯規，但球證又冇吹喎，點知龍門又出咗嚟之間咧？咁啊，反而係一個半單刀啦，可以咁講啦，嚇射中框好大機會有啦，咁但係佢就射中個眉頂啊，中意射條眉嘅上邊，咁啊一飛沖天，咁都仍然都係個片都係仲係16分鐘嘅時間嘅啫，咁啊輸咗一球嘅時候，我話仲更加縮得厚啊，咁啊費拉咧就其實係有一啲指令啦，即係所謂嘅指令咧就係愛華頓亦都係用翻上次嗰招咁咧，有個指令咧就叫巴里咧係比較俾即係多少少時間去睇住費拉拿嘅。咁呢個波咧，費拉拿咧就見到有人俾嘅時候咧，就兩三下咧就回翻出嚟中間，咁跟住再回多一腳嘅時候咧，就俾克里拉再回一腳俾白仁特嘅時候咧，白仁特射咧就有少少食死咗個波咯，咁啊射中龍門中間好容易咁啊俾後衞接住咗呢球波，咁啊跟住愛華頓33分鐘咧又嚟了一個好快的反擊啊，當時又係將個波喺後場一傳到中圈嘅時候俾出嚟，中間就俾盧卡古右邊一路放出去邊線一路推埋去嘅時候咧，就諗住向住盧卡古去俾嘅呢個波，但係之前咧就史摩靈就快一步就將個波踢咗出去角球，咁啊諗住叫以為啊可以解決咗個問題啦，咁呢場波亦都見到呢個名將啊堅尼啦曼聯嘅名將啊，咁啊 Ryan 堅，咁啊角球開出嚟
一个近处好靓呢个波史东斯，就系我成日讲最危险、最危险、最危险嗰个位。曼联又喺呢个位里边，又俾呢个爱华顿嘅史东斯抢到点。嗱，当时候其实成扎人走都甩晒嘅，咁佢就走到啱啱开龙门球，即系个小禁区角嗰个位啦，佢就好好腰力。嗰波嚟嘅时候顺势一扯，咁啊后边其实艾瑞利昂格都保到护到个空门嘅，咁但系个波佢护嘅时候已经顶咗入去网里边啦。咁啊2-0，咁啊对于爱华顿嚟讲2-0，今日呢个咁嘅踢法就真系完全臭后到不得了。即系睇完上个礼拜，原来就系、是、哦，总之我止住咗你个费拉纳嘅一个所谓嘅进攻嘅全员之后咧，成队波好晒冇晒默契。当然啦，中场亦都系今日个抢截好差嘅，对于曼联嚟讲，因为佢冇咗卡维克系真系争好远。我成日都讲卡维克喺曼联里面队波等于而家嘅佐敦亨达神，真系冇咗佢真系有啲头痕嘅喺依个阶段。咁去到二比零之后，下半场亦都有啲调动啦，咁啊换走咗费拉尼亚咧，知道都。呢、这个都唔等使同唔等用噶啦，咁跟住就换咗呢个法卡奥出嚟啦。咁喺开波嘅下半场开波嘅初段，亦都系有翻啲主导。咁但系其实爱华顿系更加唔睬你，佢冚冷缩晒三廿码嗰度同佢踢。咁啊有一个角球机会嘅，咁但系呢个波嘅角球咧就顶前柱嘅球员，好似 Smalling 嚟噶，顶翻去远柱嘅时候咧就顶咗落去朗尼嗰度系咪 Smalling 嚟嘅？好似系 Smalling 嚟嘅。咁但系朗尼一转身咧，已经见到侯活速晒嚟封晒位，最后就波肥同系嘛，就省中咗佢。咁啊，仍然系保持到2-0。因为如果依段时间2-1咧，奥尤顿就可能会即系滚啦滚啦滚埋俾你。咁但系仲可以 keep 住2-0嘅时候，的而且确系几恶踢嘅。咁啊。跟住嚟咧，就見到即係有啲零星嘅攻勢啦，都係愛華頓呢邊啦。咁但係個組織亦都做得唔錯嘅。咁盧卡古今日啲腳風係爭少少啊，呢個波如果好少少腳風，應該有機會。佢左邊一攞咗個波爆破幾下之後，佢就想近處射定係交咧。我見佢個勢就好似係射，咁但係望個感覺就係交，因為佢望得好清楚先出嘅。咁我幫佢底線出嚟嘅時候比較有啲力啦。咁雖然龍門掃到啦，但係咧後屘都係有驚無險。咁跟住之後就奧士文換出就出馬尼利斯，咁嗰邊咧亦都係啦。咁馬迪亦都收起又換迪馬利亞出嚟。哦，點知迪馬利亞出嚟更加，唉，想象唔到啊，咁差啊。咁睇得到曼聯。多咗呢個迪馬利亞之後咧，個變化就大咗，但係咧嗰個即係點講啊？個速率亦都係慢咗嚇，成個相對嘅，我覺得即係一隊波裏邊，你有嗰個球員唔係代表係咯，對方一入去纏住嘅時候，成件事就唔同咗。咁呢個波咧就係喺個後場吊上嚟俾法卡奧啦，咁啊兩個其實 mark 住佢，但係都俾佢嗰個預計嗰個波嘅落點啊就出得好好，咁啊冇越位嘅，走入去大概咁嗰啲頂，佢諗住凹。侯活點知侯活都冇出嚟，你笠我做乜嘢啫？咁伊斯執咗個波佢，咁去到74分鐘，咁曼聯仍然下半場係愛華頓係俾曬曼聯去上曬腳去做，咁但係嗰啲突擊咧，愛華頓係好臭效嘅，一兩個就搞掂啦。咁啊見到盧卡古有波先回後啦，然後跟住再俾翻佢啦，睇落就似有越位嘅，但係佢追咗下唔追，就俾左路嘅球員馬拉尼斯就喺個左路度將個波扣翻入嚟右腳，咁佢又好冷靜。右腳射翻近處，結果3-0對曼聯，即係我相信有好多球員都估唔到有呢個戰果。咁啊，但係即係我哋就點講咧？我哋就覺得呢啲咁嘅場面咧就好熟口面，就好似上個禮拜車仔對曼聯嗰個情況一樣嚇。咁真係好多格食格。咁呢個波其實佢都有少少貪功獨食㗎啦，2-0。如果呢個波正路咧，可以俾盧卡古嘅。咁但係盧卡古其實嗰個越位係追下，因為個波落唔到佢度，佢先唔追。咁有人會覺得就係呢個波其實佢都有意識追，可以吹。咁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走後嗰個冇啊嘛，走上嚟攞波嗰個主導啊嘛。咁結果3-0，咁就搞掂咗曼聯嚇。咁其後跟住亦都有啲。好凶狠嘅攔截啦，咁其實大家都開始上頭，最好笑就係自己人都殺錯梁文金仔嘅曼聯嚇，輸咗三球之後有啲草草地之下，咁睇呢場波我又要讚一讚，就係蘇爾亦都係踢得唔錯嘅，喺個左邊個進攻嚟講，亦都好即係做得有好多嘅效果啊，把握出嚟嚇，咁其他球員就一般麻麻啦嚇，咁試過一個，亦都其中途中嘅裏邊有一個波危險，就是、省中咗對手。但系嗰波就越位嘅，因为佢省中咗红衫嘅球员先，后卫
佢哋嘅對手球員省落去佢哋嘅紅衫，好似係布蘭特嚟嘅，彈翻轉頭之後先再俾發球，咁但係發球其實已經越位在先，咁呢球波就唔算嘅，咁啊最後都係以3-0，咁啊輕輕鬆鬆咁搞掂咗呢個曼聯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場之外，我哋就要再講另外一場嘅大波啦。咁嗰場大波就梗係唔使講啦，就係一定係呢、這個。阿仙奴对呢个车仔，对唔住啊！突然间，因为有啲，你都知啦，一个人，真系唔想成日讲呢啲嘢，用呢啲就口都臭埋，自己讲都唔好意思，系啦，大家希望见谅啦吓。咁啊，其实场波0-0，冇咩，真系坦白讲句，讲就唔系真系有乜，即系唔系真系太多或者咁好讲。主要个问题咧就系讲话系即是看到車仔，我有少少有感而發。可能呢排又同阿師傅之前同師傅飲咗茶之後，即係發覺咧，其實佢呢隊波我都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都有講下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即係睇到或者去理解到咧？我就覺得話佢哋咧依家呢啲咁嘅擺法或者咁嘅踢法咧，就好似當年嘅愚園會嚇。咁點解我又會攞翻即係舊嘅愚園會出嚟去講咧？咁因為咧。你呢场波，我觉得嗰个欣赏嗰个态度喺边度咧？个欣赏态度就系应该系睇即系个量，我自己睇嘅点就系、是真系睇下一场无即系差唔多叫无锋阵啦。因为你第一杜奥巴其实都啱啱伤愈复出，咁然后迪亚古哥斯达又唔出得，另外嗰啲咁嘅僆仔又未必够，即系有几个后生嘅年龄球员咧，又未必够嗰个班数去做到一个。即係好大嘅，好似杜巴啲咁好有衝刺能力嘅球員，或者迪亞高哥斯達咁好腳法嘅球員，咁佢都唔夠殺手啊！話唔好聽，我就喺冇殺手嘅情況之下，再對你阿仙奴，你即係大聲有啲乜嘢嘅做著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咁啊，呢場波我講講阿仙奴嗰、那個出賽嘅陣容先啦，正選陣容啦，飲啖水先嚇。奥斯宾拿咧就打龙门嘅，高士斯尼同埋呢个麦卡迪亚，系梅迪萨卡咧就一对中坚，咁然后跟住咧就摩兰奴同埋嗰边嘅睇唔到先，系摩兰奴同嗰边嘅球员咧就系啦，布列治咧就打呢、這个。比连咧就打呢个右后卫嘅吓，咁然后咧中间咧就系呢个呢个高昆尼啦，咁然后跟住就系哥斯呢个卡迪卡森拿啦，然后跟住就奥斯尔啦，咁就前边咧就系摆咗，其实都系一个4-3-2-1咁上下嘅擺法啦，咁山齊斯同埋藍斯啦，左邊右邊中間就係 Giroud 啦。咁另外作客過嚟嘅車仔咧，就因為無風陣啊，咁啊擺個咩咧？咁其實後面都冇乜點喐過嘅，咁就係古圖奧斯啦、泰利啦、卡希爾啦、伊雲奴域啦，同埋呢個艾斯派利古達。咁中間一對咧就是馬迪同埋呢個法比加斯，當然法比加斯翻到就俾人噓到爆噶啦，呢啲各有啦，跟住间有啲镜头系即系再去赞下大师兄啲心理質素真系好高啊！因为赛前咧佢就讲咗话啊，法比加斯因为佢话我哋林柏特咧去到曼城咧都冇俾人哋咧有一啲咁嘅唔好嘅对即系喺曼城嘅时间都冇呢，我哋车仔都冇一啲唔好对待咧林柏特翻嚟。呢、这個斯丹福橋踢嘅時候都冇乜咁樣唔好嘅對待佢，咁你講呢啲咪係咯，有啲聽咯，有啲就一定係唔會聽，極端嗰啲對於法比加斯嗰啲咪噓佢咯，咁啊一路踢都有人噓嘅，咁啊前面咧就仍然係呢個夏薩特啦，冇辦法揀之下，你又有翻咗 William， 同埋有少少殺著嘅咧就係、是、呢個拉美利斯啦。咁同埋前面咧就出奥斯卡打正前锋嘅，你谂下呢场波佢哋真系其实基本上算系冇特别嘅前锋嘅阵容，但系渐渐都好快啦。咁个重点咧，我就想讲呢场波其实就大师兄嘅做法都系我放弃咗个控球先，
等你去做，然后跟住咧前边咧，佢真系摆得落去去做呢个所谓嘅攻击嘅时候，其实呢个拉美利斯亦都唔系一个好主导攻击。当防守嘅时候，基本上前边就系得维利安啦、夏萨特啦，同埋奥斯卡嘅其中两个，系有一个仲系会翻嚟，通常都系呢个维利安会翻得多少少添啊。咁啊，后备里边真系数到个前锋就系得一个咯，咪就系杜巴咯，其他嗰啲都系一啲即系就算系好前锋都系一啲冇啦，有一两个，有一个我都唔知嘅沙洛维嗰个系咩前咩前锋嚟，我都唔识佢吓。咁啊，当然啦，上一次打得好好嘅桑高马仍然系有去继续打呢个后备啦吓，咁系有都系换出嚟嘅。咁当然呢场波和波对于大师兄来讲一定是收获，因为他这样的质素之下，我觉得和波是可以理解的。啊，整场波当然个焦点都是落了摩连奴怎样扭计，但这场波我觉得可以 去称赞他们那个做法呢，就是讲紧他们的执行能力和一架球员的球星的状态，即是那个水准是这么高的球队球员的话呢，好难啊！即系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嘅一定嘅个性咧，咁就唔容易。我觉得就真系唔容易可以去做到呢件事。但系摩连奴即系大师兄，佢系真系有咁嘅能力可以做到我所讲嘅一啲嘅战术，同埋佢个感染力好大，系令到每一个球员都系佢发施到一个任何嘅号令，落个乜嘢 order 嘅时候，球员系绝对配合。即系哪怕有啲平时攞住个波好中意去好有英雄主义嘅球员，当时候佢都马上做咗个好整体或者好防守，要需要防守嘅时候非常之防守嘅打法。咁啊，一嚟我睇到当时候车仔有一个比较有机会嘅一个争议性嘅十二码啦。咁啊，当时候就系法比加斯将个波喺个左边的 K 个位嗰度咧，就执个直线落去，咁啊奥斯卡就摄入去嘅，咁但系摄入去嘅时候咧，佢有跌嘅，咁但系球证咧就冇俾到吓，咁呢个波就再睇翻个慢镜啦，佢系走一个直线咧，走斜线，其实就有拉到佢嘅哥连尼，咁但系就好轻咯，咁但系呢个波佢就见到一跌，即系总言之，你唔好话你手指夹掂到我啊，我都马上跌噶啦，喺呢啲前锋嘅情况底下，咁呢个波球证最后咧都冇俾到，咁啊直至到14分钟嘅时候咧，就见到阿仙奴咧就开始有一个嘅攻势啦，咁当时喺左路玩咗几下之后咧，就转咗落奥斯尔度，奥斯尔好快就转翻入中间，就俾咗沙尼士再俾翻佢，咁然后跟住前面几个人准备去埋位嘅时候咧，好可惜。即系呢场波咧，伊云洛夫咧就踢得非常之落力嘅，一如以往咁。但系咧，其实佢冇黄牌，佢拖到好后70几分钟先攞黄牌咧，系着数咗。一个中间里边系追住山齐斯嚟啄嘅，可以咁讲，下下埋去都系啄佢啊。咁啊，但系都一路都攞唔到黄牌，咁佢一路都变本加厉之下，令到山齐斯都有啲难踢。咁啊，最大黄金机会上半场车仔咧就系呢一个波啦。咁啊，当时咧后场长传上嚟。咁啊，見到奧斯卡咧，奧斯卡呢啲真係唔可以踢前鋒，因為太單薄，俾人撞都散。咁呢個波就冇越位嘅，咁佢一個頭落地已經突入禁區。咁佢見到龍門衝出嚟嘅時候，佢就想挑入空門，誰不知就俾阿仙奴嘅後防球員砰砰聲追翻嚟咧，就包翻嗰個空門啊！包空門嗰個好似就係個右後衞嘅，好快。咁但係呢個波就係佢挑空門就即係叫做都难讲啦吓，咁啊叫所谓，但系好可惜就包到空门，咁但系两边领队就成日去同个第四路嚟 V 横横系咁喺度嘈，啊都几好睇嘅。咁呢个波当中间里边亦都见到奥斯卡俾人撞啦，撞到散啦，咁啊摩连奴有少少，大声有少阴阴嘴笑，阴嘴笑嘅意思就是，哎呀，我揾你打前锋，你都系散仔噶啦，俾人撞嗰一种心态啦吓。咁然后随后咧，先就系一个机会嘅，咁啊当时咧就喺右边就系啦，嗱咁呢个波咧就俾又一个。法比加斯就话一个炸帝就俾咗个黄牌，炸十二码就俾个黄牌。当时嗰个卡森纳咧就喺个禁区个角位嗰度，佢有出脚嘅，但系就轻轻掂到佢就马上跳。咁就球证就觉得呢个波咧就佢系有，因为好近啊吓。其实个波就已经收咗脚嘅，撩嘅时候已经举咗手收咗脚噶啦。咁但系佢自己就一挨就借势跌埋。咁球证觉得佢呢个波炸十二码，咁就俾咗张黄牌佢。咁都无话可说啦，呢啲波都系五波嘅啫，吓
咁然後跟住去到稍後少少嘅時間嘅時候咧，阿仙奴就終於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攻勢啦。咁但係好可惜呢個波就佢又不斷咁去爭拗咧，就話嗰波手球當時劏得好靚嘅，就劏穿曬成條車仔嘅後防線，就落到去右邊好邊邊位嘅時候咧，就呢、這個比連尼就將個波奔進咁將個波搖翻入嚟中間。咁然後跟住就見到呢個卡爾加蘇華射嘅時候咧，就省中咗卡爾隻手。咁但係個波其實咧就得幾，即係得個兩碼到，同埋佢因為佢人落緊地，隻手一定係有個重心，佢就覺得呢個波佢有刻意咧將個波就拍落去。咁你諗下，得個一兩碼，佢點會估到你個波出喺邊度，而個手咁快可以撈得到落去咧？其實呢個波我覺得平衡嘅做幫助平衡嘅機會，同佢有心去落嗰、那個落手去擋個波嘅機會，我覺得系咯，我觉得唔系咁大嘅影响性啦吓。咁然后跟住见到呢边咧，车仔亦都系一个反攻，咁但系人数成日都唔够咧，佢拖得个节奏比较慢一啲。咁维利安呢个波自己尝试爆，就爆过咗啦，就睇住拉美利斯就摄咗入嚟中间嘅时候，佢一俾个直线咧，啊维利安呢个脚背一俾个直线已经系半单刀形式噶啦。咁但系咧，佢又用系右脚，呢个波如果用左脚个位置是大少少嘅，对于维利拉斯嚟讲，佢又稳阵用右脚，点知右脚一笃嘅时候，即起唔到腳啦，我哋叫做咁啊，篤一篤個波嘅時候，龍門就接咗喺中間裏邊封個位置，就封窄咗之後就接咗嚇。咁啊，去到再後啲後段啲嘅時間都見到哇，穿花蝴蝶咁啊，即係呢個主力同阿左路呢一邊嘅球員啊，唔係呢個沙尼斯兩個搞完一大輪，然後跟住咧喺中間亦都做咗幾下撞牆，轉到右路呢邊，然後跟住嘗試射，點知省中咗車仔球員。哇！呢個波就最危險啊！中間再俾翻入中間嘅時候咧，就一片大混亂，跟住然後 O 斯射就個波射起腳就起到啦。咁但就好中間，咁好容易就俾阿古魯奧斯就企喺度接住咗嚇，補咗個位。都有啲混乱嘅，江球嘅车仔，都俾佢哋，即系阿仙奴呢场波真系好大机会。咁其实半场之后都大声都睇到，咦唔对板，前边完全冇压力俾到阿仙奴嘅球员，佢哋好多时候都走上嚟助攻，咁佢好快一背半场就马上换，就换走咗奥斯卡，可能奥斯卡亦都中间俾人哋整咗嗰脚穿，即系唔系穿心腿，系撞到佢啦，咁佢系比较单薄啦，挑嗰个空门上半场唔入，嗰、那个波就咁啊马上出啊。奧杜巴就杜巴就想可以幫到佢做到嗰個串繞性，就唔使個前鋒咁多時間，即係咁大後防線咁大壓力啦嚇。咁呢度亦都係啊，開波冇幾耐嘅時候，呢、這個波做兩下短傳之後就西將個波掟到埋嚟呢個大禁區邊，佢將個波擺入去嘅時間就見西尼斯中到個波啦，波中到個波底，咁啊炒起咗個波就無功而還嘅。去到67分鐘嘅時候咧，阿仙奴又有另外一個攻勢，咁其實呢個波有少少甩甩漏漏嘅尾腳橋，即係俾到落去依邊文連尼直波連呢個馬連賓波連尼就撩咗個波之後咧就攞後腳，咁然後跟住搞完一片混亂之後咧，嗱我啱啱想講呢個波咧就有少少講到口窒，唔好意思就係、是、因為我就想講一樣嘢就係、是、見到泰利嘅清楚啊，喺個小禁區嗰度個波人一傳入嚟。其實他可以控一控先做，他都不完全都不想，很清脆地很清晰地就即刻掃把腳將球踢到橫邊界外，這些這麼危險的地方裡面真的想多秒都想多一陣都會死，所以他脫斷能力很快，剛剛我就想講這一點。從後跟著角球開出來，大家都是一路頭槌混戰，但是人家個個都頂頭槌，這個維利安呢就拿著腳出來在那個頭的位置那裡就曬上去，就踢中了高智仙尼的頭的，但是这个波你说他有没有心呢，他就没有心的，因为他的眼睛都是向着上面望的，他想着波滴下来的时候他是大脚想解围，怎么整了整了碗面高速之来就兜口兜面整了下去，其实跟着开那个角球呢，那古罗奥斯这个波呢我有少少想去讲呢，就是古罗奥斯排那个自己嗰個防守线，因为罚球啦，因为那个波在左路发生啦，近边线啦，一个罚球啦，古罗奥斯和队长泰利那个默契就是他比大約是有成十二碼的距離呢是比曬古魯奧斯的，其實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以我最多見到的那個就是雲達沙和以前的大沙夫十四碼都可以，第一身高手長，第二夠大隻，第三他出來的時間很準，第四他很勇敢，這要勇敢度才可以，個重點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波我覺得呢就是古魯奧斯出來的時間呢是比這九碼他是多得滯，对于他来讲是多得滞，可能
七馬、八馬、六馬佢都冇問題，但係你俾到十幾馬俾佢咧，即係十二馬以上嘅頭先，差唔多接近去到十四馬，佢哋先企嗰條平衡線咧，就有啲問題就係佢都係當時出嘅時候，佢出得唔係咁好咧，就俾對方嘅球員逼埋嚟嘅時候擔住，佢就接唔到個波，又打唔到手槌，之後單手將個波叉咗去前邊，跟住就俾咗梅迪薩卡。好在梅迪薩卡第二個把握得好啲，中框呢個波輸咗啦。呢個波咧就即係我就覺得喺佢哋中間裏邊防守之中最大嘅漏洞。咁其他啲車仔嘅角球啊嗰啲波，其實個處理嗰啲企啲位企得非常之靚。阿仙奴雖然有幾個中堅都好頂得，但係即係對住對住車仔真係冇曬符，同埋車仔嗰個防守，每一個球員個執行能力係好高啊。除咗係夏薩特係會上腳之外，其他球員就算哪怕你呢個法比加斯咁球星級嘅法比加斯都好啦，佢都係要需要去做防守，而每一個做得好積極。咁到後面嘅時間咧，車仔有機會上到腳攞個波嘅時候咧，係更加咩添嚇？即係更加係攞個波個保持個控球權，保得持得更加靚。咁呢個波阿仙奴亦都再有另外一個黃金機會咧，就係、是、又都係由左路嗰邊傳翻過嚟嘅時候去起腳啦。咁但係起腳嘅時候咧，個波就即係都太心急啦。都唔中，咁嗰邊阿法比加斯後屘仲要換埋呢個上一場踢得好好嘅桑馬出嚟，去再塞下啊！即係米基爾組唔夠，仲要加埋個桑馬，咁即係擺明明同你塞住曬所有嘅空位，唔俾個機會你。咁呢場咧馬迪亦都踢得唔錯嘅，喺車仔嚟講。咁跟住之後呢邊咧就爭啲，亦都有少少出事，就係原身冇事嘅嚇，但係對中堅咗波撐後嘅時候咧，就益咗後邊。阿仙奴的球員，咁然後跟住底線傳出嚟呢波就好大機會，好可惜，韋碧克換出嚟噶啦已經，咁就喺個小禁區裏邊咧就死咗腳，出錯就踢唔中個波嚇，咁啊結果這個車仔就好成功地咧就以零比零咧就悶，可以講係用悶和呢個説話咧就悶和咗阿仙奴嘅。咁就其實呢場波對於阿仙奴嚟講，佢攞咗呢一分啊，大家都冇乜損失啊。咁啊，車仔嚟緊咧就會對住里斯特城嘅，應該冇記錯就係啦。咁跟住之後咧，翻嚟就好似尾星期六就再對，好似就對係咪對水晶宮咧嚇？我而家睇緊啦，唔好意思嚇。咁我睇一睇個陣容，應該好似佢哋咧就話。冇錯啦，今晚即係嚟緊嘅星期四晚咧，30號咧，佢哋就會對即係星期三晚啦，即係對里斯特城嘅里斯特城主場就補賽踢翻嗰場嘅。咁啊，今晚黑咧就有呢個後，即係我錄緊音啊，星期二啊，今日想話俾大家聽，咁就後城咧就對呢個利物浦。咁跟住嚟咧，車仔下個禮拜就對呢、這個係啦，對呢個死精工，死精工都上曬岸啦嚇，見人就派分噶啦。咁我相信，如果車仔能夠贏埋星期三嗰凌晨嗰晚，即係星期四嗰朝早嗰場咧，去到禮拜日咧，咁啊贏埋就差唔多都可以得香檳咁滯啦。咁如果曼城再有啲咩閃失咧，就仲更加加速呢個機會添，因為曼城咧喺尾場咧，即係佢贏完水晶宮之後咧，尾場咧星期日嘅尾場咧就會熱切主場對曼城，曼城有機會失分嘅呢場波嚇，唔係即係安枕無憂嘅。咁就依節都差唔多，我就講埋啲預測啦。咁啊再重新講啦。咁啊頭場咧，星期六嘅頭場咧就打呢、這個7:9嘅5月2號。啊，不如講埋對唔住，係啦，講埋先啦。今晚嘅後勝咧，因為要攞分嘅。對於利物浦嚟講，我唔會存在太大嘅希望佢可以攞到三分，因為喺正正成個嚟緊嘅賽程咧，對於利記嘅賽程嚟講咧，後邊而家打緊嘅波咧，一啲都唔容易，即係對我感覺一啲都唔容易踢，因為嗱，後勝係護級嘅 ，Q Bar 又係護級嘅，佢哋依啲一定同你死砌嘅，你對利記嗰個咁冇。黑啦，我哋覺得佢即心個鬥心咁弱咧，係有啲問題，好難。因為而家你唯一嗰樣嘢就係要曼聯失四分之下，你要全部攞曬分。咁我覺得依家嘅利物浦即係我都好難去想像。同埋我覺得出年嘅利物浦亦都有一個俾我一個感覺就係樹倒猢猻散。咁佢唔係倒嘅，又唔可以用講倒嘅。不過應該有一個好大嘅換血嘅情況係會出現啦。對於我嚟講就。咁就仲要跟住就嗱，對完後勝係對星期六對 QPR 啦，跟住再下一個禮拜就已經係對車仔啦嚇。咁車仔可能嗰陣時攞冠軍，睇就唔就俾佢啦。咁有機會咁，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前途先啦。唔係人哋俾機會都冇用。咁啊，跟住再對水晶宮又係風流波，史都城其實都差唔多噶啦。咁啊，不過你話佢係咪真係可以攞到歐聯席位咧？
窄啦，要睇下嗰几队波，即系其实都要调翻转头睇翻嗰几队波佢哋想点咯。对咗呢场先讲啦，咁啊对于我嚟讲，后胜，我觉得利记真系有机会赢，都系一球上落。如果中意利记嘅球朋友，可以试下让球吓，但系我觉得呢场波那个踢法各方面，我相信利记都会摆保守少少，都唔出奇。咁我觉得呢场波，我自己觉得就如果我个人意愿，我都系想望想利记赢啦。咁我唔系谂下让球和咯吓。如果唔系嘅咧，你话利物浦嘅胜咧，我就唔系咁赞成俾大家去买即系去建议大家去谂嘅。不过我而家就开紧个马会嘅，咁啊希望你等一等啦吓。你都知啦，即系我哋啲舞会啊，大会嚟噶嘛，马会。咁啊，讲讲睇下今晚嗰场波，因为其实今晚仲有另外一场波系想同大家提一提嘅，呢个德国杯咧好好睇啊，拜仁对多蒙特啊又，咁所以大家都除咗即系呢场之外，亦都可以去参考下嗰场。一阵间讲少少，其实不过两队波太，我觉得我波真系唔系大熟，咁样对于多蒙特嚟讲系有啲唔公平嘅。咁啊，场波都系啊，你嘅大热嘅，咁啊，觉得佢好似都应该冇乜难题。好似冇得输咁啊，1.83。咁我自己觉得，如果系咁咧，我自己建议呢场波咧，你咪如果谂住系买嘅，不如少少地攞嚟过下关嘅，咪买个让球和咯，系咯，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咁样可能会仲好啲。即系对于呢、這个利记嗰个吸，起码赔率高啲先啦，系咪先？即系唔系嗰啲啊1.8几嗰啲咁，你做过关都冇肉嘅，冇乜意思啦，系咪先？即系你又要搏，但个直播率又唔高嘅，咁有乜意思咧？咁啊，所以就系个让球和 OK 噶，有3.4嘅，咁啊小胜一球呢啲，我觉得利记而家都大胜都有啲难噶啦，咁啊睇埋佢个大细啊。大细就个细系比较多啲，咁但我又觉得未必嘅，睇下边队开纪录先咯。咁就同埋队波，你嘅队波，我真系自己系爱队，我都有啲信心，系有少少摇下。咁至于李斯特城对住车仔嗰场，我觉得冇乜悬念。即系如果杜奥巴可以出得翻咧，其实对于李斯特城嚟讲，佢主场咧，我觉得你话佢系咪攞一分定系点样咧？而家嘅车仔嗰个执行能力咁高。虽然你话你要互吸啊，啱啱走上嚟啊，会唔会攞机会攞到一分半分呢？我觉得最多系一分咯。如果你话即系车仔输埋，我觉得呢个机会唔系咁大啦。除非佢哋好贪心啦，咁重点就系因为而家佢哋冠军仲系未到手啊。咁我觉得你系李斯特城一分尽啦，即系如果真系能够攞到个分，我觉得一分都好尽，俾我的感觉即系李斯特城咁啊，都有啲赔率噶嘛。夹先，咦冇啊！星期三去到即系赔咗就去到今日嘅啫，车仔有冇咧？冇啊，系咯，冇啊，真系冇，系咯，暂时未有赔率啦吓。但我自己嘅感觉就唔容易爆冷啦，系咯。咁啊，跟住嗰场维拉就要对住爱华顿，咁其实爱华顿咧都好似。我記得都冇咩好爭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就上場波就真系咁大力咁樣啊幫手就嚼低咗曼聯。咁呢場波啊，佢作客就對住呢個維拉。咁維拉咧喺基本上嚟講咧，都應該叫做未上岸噶，因為佢都仲要為咗護級而戰。因為其實後面嗰啲好近嘅啫，一陣間報榜你就知道，所以佢都要愛分嘅呢場波。咁啊，愛華頓就唔上唔落，冇乜太大嘅，因為之前失分失得太多啦，咁冇乜太大嘅作用嘅。咁呢場波我自己就覺得可能都係細細地啦，細細地啦。咁所以變咗係咯，除咗細細地之外，冇乜其他懸念。可以去睇噶啦，咁就呢场之后咧就系啦，就应该去到星期六嘅头场啦。李斯特城系对纽卡素，纽卡素已经正衰波嚟噶啦。如果李斯特城，我觉得佢识拣咧两场连续主场咧，车仔嗰场佢可能会唔要，
就流力嚟到打呢場紐卡素主場啊，自己李斯特城，我覺得個戰術應該係咁樣，因為紐卡素隊波真係作客更加冇心機踢嘅。咁然後跟住就頭先我講維拉對愛華頓啦，咁啊都係互級嘅，係啦。咁啊另外嘅禮拜六嘅時間咧，利記主場對 QPR 啦，咁啊真係 QPR 真係睇下你俾放唔放過佢，就真係睇下佢自己利記跟住對後城嗰場咩成績啦。如果唔係嘅，可能都真係會俾啲後備出嚟踢下嘅時候 ，QPR 真係有少攞有啲機會攞啲分。我諗即係踢完依場利記嗰個明朗化會比較高一啲嘅。咁啊，新特蘭對沙林頓呢啲就其實大家都冇乜上落，冇乜懸念嘅，可以偷下雞和波可能係依啲啦。咁啊，史雲斯對呢個史篤城啊，咁就呢啲我都覺得係有機會和下嘅嚇。但係依啲我覺得佢兩隊波大嘅機會好高啊，可以諗諗大。咁就搬嚟就唔好彩啦嚇，輸咗啦。咁啊，呢場對韋斯咸主場啦。咁啊，但係韋斯咸就冇乜嘢好爭嘅。咁啊，睇下自己有冇機會，有冇啲能力啦。咁啊，禮拜日咧就曼聯主場對住西布啊，唔係 sorry， 星期六嘅尾場啦，就曼聯主場咧就對住西布朗嘅。咁啊，翻自己主場，我覺得佢係兩碼子事嚟嘅。小勝有機會啦，你話而家嘅曼聯大勝，我又覺得未必啊。咁啊，但係西布朗就冇咩好求嘅。咁啊，呢啲波都係啦，曼聯又會有啲著數嘅。咁啊，跟住去到禮拜日嘅頭場咧，即係尾場，即係所謂嘅頭場啦嚇。咁啊，車仔就主場咧就要對住呢個水晶宮嘅。咁我覺得如果車仔嗰場贏埋咧，咁呢場我諗佢都唔會走雞嘅，都係搏埋。咁再加熱水晶宮都冇咩好求。咁頭先我講咗啦，尾場就熱刺啊對住曼城啦。咁我覺得呢場波個人主觀願望同怨念就覺得曼城可能都係會失下分，有機會和嘅，因為曼城都冇咩可以追，前又追唔到，後又追唔到上嚟，咁所以我覺得大致上係差唔多啦。咁啊呢集真係啦，交代曬㗎啦，時間就差唔多。咁去到最後咧，頭先咧就我就講咗有兩支歌，我成日都覺得我都係好多時候都會有個聯想嘅，即係除咗頭先嘅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之外呢，咁另外一首我成日都会听到呢支歌之后就联想另外一支歌，因为我觉得呢两支歌好夹嘅，咁就係呢个梁静茹嘅可惜不是你。咁今日呢个版本呢，我就唔想带梁静茹个版本俾大家，因为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都几好听嘅，咁就係呢、這个曹谦斌咁呢个作曲嘅，即係呢支歌嘅作曲啦，咁佢又再有翻唱过㗎。咁我覺得佢唱得都有另外一個風味，咁男仔嘅一啲哀怨啦，咁喺今日嘅49集最後嘅時段嘅音樂，我就帶咗啲歌俾大家聽，咁就希望我哋嘅50集咧，咁所有嘅朋友主持嘅朋友都會翻嚟啦，咁我哋開翻個 party 啦，咁好多謝大家收聽我呢一集啦，最後送呢首曹謙斌嘅《可惜不是你》俾大家，下集見，多謝你哋，拜拜。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浮现。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渡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吹咩唔同咗喎？啊，点解嘅？最近咩咩咩啊嘛？唔系呀，咩咩咩？究竟你哋讲紧咩咩咩啊？唔系讲紧吹咩又咩咩咩咯？点解嘅？点解啊？点解啊？点解嘅？想知星期二听吹咩咪知咯？点解啊？点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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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点解啊？摔角虽然系表演，但仍然有佢真实嘅一面。摔角界内部嘅嘢，你又知几多？ I simply want you to sign the contract for the right reasons. 呢个世界咁大，唔系净系得一间 WWE 嘅。如果你是一个摔角迷或者对摔角界有兴趣，我 Eric 会带你进入摔角界最真实的一面。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摔角时报 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着你听。多谢你收听 Only One Radio 的节目，想知道更多节目内容和收听其他节目，请登上 Only One-Radio.com